你要吃草吗？哦，草很好吃哎，对吧？你是羊还是牛啊？啊？你是羊咩咩啊？你都不吃？这种呆傻的孩子长得都一样，眼睛宽，塌鼻子，表情都一样。你是中药西药怎么开发他都不行，他的智力就是4岁的智力，这个国家是负担家。哇，什么？这是什么吗？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有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你说你这披头散发的，眼圈都黑了，你满满的正能量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
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，满满的正能量。安布里波，晚安，乌斯迪西，晚安，小点点，晚安，哈呼呼。生物哈，每天啥也不用干，也不用挣钱，也不用上班，天天就往那一躺，胖了吧还有人夸好看，闯祸了吧也没人怪，并且理所当然的被全世界喜欢，你这玩意儿，哎呀，那只大恐龙啊呜啊呜就出现了，然后把你妈吧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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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一口吃掉了，然后大恐龙就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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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走了。有双下巴也会好看，有小肚子也很可爱，也不怕你胖，我只希望你每天过得开心。他不要他不要他不要偶尔那冷那冷大哥们还记吗，有点冷是吧，不怕，冷也可以下去的，可以泡泡冷是吧，不想泡屁股是吧，
又不给个屁股给我拉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烦死了。太冷了，那个水因为是井水，不怕啊，泡下去，泡你的蛋蛋。